你疯了吧你！大人们最讨厌这些气味了，你会被骂死的。怎么会呢？这样才好看呀！哎，上次九云大人一定是闻到了我的头皮味儿，才没有及时闻我的。 哎呀，我怎么这么没用？我怎么会约了两次呢？哎，看来我是真的没有这种福气。川姐，你有心上人了？没有啊。人家说你最近跟九云大人走得很近，很快就会很远的，放心吧。 嗯，小川儿，你看这花多美啊！大人，我为你摘上一朵。 大人，最近大人对小的格外的关照，小的感恩戴德，但是有一件事情，小的一定要向您坦白了。说吧，细细说来，仔细的说明白。小的有一个青梅竹马，一见倾心的男子，16岁的时候，听说他上山修仙去了，于是我四处找，四处问。 才知道这里有个香曲山，进来当了杂役，想要找到心爱的人。继续说。他姓豆，名豆，叫豆豆哥。青梅竹马，叫什么来着？豆豆哥。我不叫豆豆，我不叫豆豆，我不叫豆豆，我是二萌。走。哎，你怎么回事？我跟你说，你这么快就忘了我的名字了？ 我不叫豆豆，我叫二萌。他是谁啊？还不见过九云大人。哦，不重要。川，我原本以为你不会跟别人公开我们的关系，没想到，你放心。 我一定会对你好好的。嗯，二萌，哦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说，你马上离开这儿。好，川说什么就是什么。走了。川说什么就是什么。跟我过来。九云大人，九云大人，我心里真的只有豆豆哥，绝无半句假话。 绝无假话，那你再把你刚才的话倒着跟我说一遍。嗯，我有一个心爱的人，于是我进山做了杂役，知道这里有个地方叫香曲山，我四处找，四处问，才知道16岁的时候他上山去修仙去了。他可是我倾心相爱、青梅竹马的人，他叫豆豆哥。 既然如此，那你这东西，我也该还给你了。九云大人饶命！这我自小跟着我父亲，学了一些武功，这个针还有上面的麻药都是用来防身用的。那天真的是情非得已，真的，我误会九云大人是登徒浪子。 实在是为了想保住自己的清白，九云大人有大量，不要给小的一般见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九云大人身体倒是挺好的啊，这麻药一般能进了血肉就肯定不行了。这九云大人还撑挺久，为保清白，你很怕我。 没有啊，
我怎么会怕九云大人呢？小的内心对九云大人都是尊敬之意。你既不怕我，看起来果真是为你那豆豆哥呀。豆豆哥待小的极好，小的不能辜负他。小川儿，来，桂花油涂的再多，也是当不了美女的。嗯。